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或者机关可能难免从本位去看问题，或许真的会有一些盲点。那这一部分我们都非常诚心的，非常虚心的愿意就是说聆听大家的那个建议，动的就是说啊，我们的看法可能跟大家不一样啊，就我们就是在图利财团。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，我如果要图利财团，我去当律师，我可以赚更多的钱。等一下，主席，刚刚好了，现在我要先请你纠正。我现在在致辞啊，还没轮到你讲了。不是啦，你说图利财团这句话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妨碍我讲话的权利啦？不是主席，我跟你举手，你为什么今天对我这么凶？我只是说你刚才现在是我讲话，你有尊重过别人讲话吗？可是你刚才你可不可以不要打岔？你可不可以不要打岔？我们没有讲这一句话，我要请你。我有说你有讲吗？啊，为什么都只有你们可以？就是可以指责别人，别人不能有一点澄清怀疑的？我现在只是澄清说，我们没有要图，不要以为我们就说放宽就是在图利财团。我们有我们整体策略的思考，大家不同意的部分，可以有意见的可以尽量的提出意见来指正。这个场地太小了。好了，那今天不要开了，我们未来定比较大的那个场，定比较大的场地了。我本来看到我们中部南部我们也要开了，但是如果大家什么事情都要吵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要修了，就是放在原点，看看大家会不会觉得什么都比较好了。不要这样情绪化。我最后再争取了。今天大家是不是觉得这边场地太小了？对啊。对哈，好，今天暂停，我们另外定时间场地了。解散。解散了。那个各位朋友，今天解散。没有错，他真的压力很大，我们都能够感受。问题是，今天逐条审的时候，也你他的场次都没有中部，没有南部，只有到中部。东部呢，我已经问东部的环团，东部的环团本来说他今天要来，但是对他们来讲是很辛苦，我们真的很心痛。环保署不是由副署长出来应对人民，应该是署长出来，署长你出来面对人民才对。署长直接下台了，环保署长直接下台。什么都找副署长。我从来没有看到主席在五分钟就拂袖而去了。目前这样的一个公听会，因为牵涉已经进入了行政程序，牵涉到他过去的工作跟我们有非常紧密的连结。那我们对于今天他所提出来的这些条文跟内容，我们觉得会对环境有非常重大的不利影响。当然有利益冲突，他是不是你们的理事嘛？以前是不是你们理事嘛？如果我们愿意研究这个场地，以前是不是环境班主任的理事嘛？他今天承受那么大的压力，所以这么严重的一个法律修订，不是只有开个市场就可以，他应该开四十场，他应该倾听全台湾所有里长的意见。他应该召各县市的议会去召开，他不可以四次就决定我整个台湾岛的命运。